大家好，我是大发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最爱作死的 UP 主。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妈的智障。没错，今天又是一个染发视频。我已经出了大概 N 个染发视频了吧，这出的太多了。其实我自己对染发也是拒绝的，因为最近实在染的太多了。可是我最近这个黄毛就真的很多人说整个土漏土漏的。说我土漏土漏就算了，还说我像那些刚混入社会的那种失足少年，染了一头金毛。爱我就这样子伤害我吧。所以呢，今天为了把我这个混入社会不小心失足的少年挽救回来，所以今天就要对我的头发进行大改造，把这头黄毛全部去掉。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今天到底要染什么颜色呢？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个染发视频，其实就已经知道上个染发视频我就是想染 blue，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黄色加蓝色是绿色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所以呢，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致命性错误，这一次我是做了功课才来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要工具有这个凡士林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之前染的那个 Many Penny 的分装，然后这次我买的那个颜色是加强斑斓。然后上次我不是都没有放那个链接出来嘛，就很多人问到底是哪间，大发能不能给我店铺。然后我上网找了一下，我发现全淘宝卖这个牌子的分装 Many Penny 分装的就只有一间店铺。一间店铺，你确定你还要问我是哪间店铺吗？所以你自己去淘宝打这个牌子的分装就好了嘛。抱歉，我是仙女，怎么能够发脾气呢？对不对呢？所以大家上淘宝找就好咯。我们接下来开始染发咯。首先需要的还是两天不洗头。没错，我的头发已经两天没洗了。然后拿出这个凡士林，把它打开，涂一点在自己的额头上，避免那个染发膏把我们的额头都染黄了、染绿了、染蓝了。然后呢，戴上这个 Lulu 的手套。哇，的下巴你们刚才没有看到，你们刚才没有看到，知道没有？要导出这个染发膏，直接开染。然后整个上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好黑啊！要等待它45分钟以后再去洗头。蓝色的头发即将出现，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 真的是蓝色。那现在我要去化个妆，弄个头发，等一下见。嘿，换好衣服，化好妆啦。然后头发染完以后的效果就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头发的效果就是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真的对这次的染发超级满意的，我真的超喜欢这个颜色的，超好看。我真的终于成功染上了蓝色啦，耶耶耶耶耶！然后大家如果也喜欢这个蓝色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动手染起来吧。今天这个染发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个染发视频的话，就给我投币、点赞、分享、收藏，还有多多的弹幕吧。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关注我的微博，我的微博叫传大发。
我发现我每次视频的结尾都是说这几句话，可说了又怎样？你们还是不去关注我的微博。那个视频再见，拜。